你喜欢的美食天地，今日再多个邀请到咱今日贵宾哦，五星级的，大概做的料理真正五星级，但是真正是五星级的总泡菜，我的阿亮帅来个现场。感谢大家，谢谢大家。好，你安尼吼，这低调的。没有。你敢知我今嘛吼？拄啊，阮的迄个阿良生讲，啊，无你即摆手安尼碰咧，敢那咧请迄个三太子，而且比请三太子较贵重，你知影无？请问吼，咱的阿良生，你即摆咱两个碰的即阵吼，即阵甲你迄阵是啥物代表？而且啥，即个演技我也看无，你来咱介绍一下哈。这是2015年的日本的哈，也美食金厨奖。哦，你得金厨奖哦。对对 对, 對。啊，金厨奖是去遐煮啥哈？去啊，去遐做台湾料理。哇，恁台湾料理即马伫外国嘛少穿哦，唔是讲外国较香诶，唔是外国皮较香啊，咱台湾的去遐当得名得冠军得当诶咧。啊，你迄阵是啥？这是我店尾摆伫2018年菲律宾美食名厨邀请赛，嘿、哦，得顶级厨师奖。厨师哦，顶级厨师哦。哦，不简单嘞，不管咱人客学了你学得干呢呢。没有，算讲做菜较用心啦。人客学了你才有机会才过来。对啊。啊，所以讲咱的这个电视剧观众朋友人讲吼，伊嘛是目睭金啦，啊目色卡啦，知影讲会晓跟咱的节目啊，看咱的阿良师煮料理，吼、嗯，加这两个这个吼酱吼，吼，你讲咧碰嘞，讲咧，哦，哎呦，那个汤，哎、欸，真正才拍的呢。对啊。不简单哩、啊。所以伊这你还够有质感嘞。台湾之光，咱阿良师。谢谢，咱今日来教一个吼，佮较好做，啊，佮较在北的泰式虾饼。哦，这个我好喜欢吃哦，但是外面都好贵啊。对啊，阿姨，外口吼，伊做袂较在北啊。意思讲吼，咱家己做较真在是了，但是足侪人吼会晓食，袂晓做，啊，介足困难啊。袂啊，哦，你来看了吼，你感觉讲，那遮简单，佮经过你的边啊辅助，你讲哇，做出来它遮美味啊。安尼好，咱唔通用讲诶，爱实际来做物仔咧吼。来，我们往前一步，咱诶迄个虾米饼，泰式虾饼。泰式虾饼是要安怎做？来，往前一步，介绍咱的材料。好，来500花枝姜。啊，你花枝姜哦。嘿，啊有颗粒诶。哦，算讲有粒咩？有粒咩就对啦。嘿。啊，这我知啦。这咱诶，迄个黑林。黑林呐。嘿。啊，春卷皮，爱用润饼，对啊。啊，即马咱开始要安怎来操作？哦，咱即马来做吼。嗯。哦，好来。首先吼，花生变了，因为这个味吼，咱内底味就免搁去课外去甲调味啊。是，有先简单看方便就对了啦吼。我们先吼，先加黑银吼，加伊的水分吼，用好大安尼。嗯。先加黑银的迄个水分。嘿，一定爱嘿，可以无水分吼。这算重点啦，吼、嗯！啊，为虾米要把伊的水分用掉？伊的重点是伫倒位？安尼你做起来的虾饼吼，伊较袂安尼散散，不会扎实感。真讲较袂水水，啊袂安尼散喷喷，就煮起来，食起来迄个口感较扎实、较密集的，感觉讲迄个密度较有够，对不对？咱啊吼，重点咱家做吼，虾有看到规只啊。对。啊，你也伫遐买的。啊，你无要搁剁啊？无，这唔通剁。这就是吼，较大气的。你敢会想浪费？你开头计的就较散遐，那你真内行。无啦，因为安尼吼，较早做出来虾饼的厚度啊，加食着，因为虾饼虾是主题嘛，哦，咱哪有食着虾啊？我食即摆目前唔捌食过几只的，我拢食迄脆脆喏，看到虾仁肉，咱就足欢喜足痛啊。咱切一寡葱啊，煮来。爱两葱啊，煮来看一下吼，咱客寡葱啊，花。嘿。啊，即摆过来爱两姜哦。一点啊姜，甲提鲜一下。啊，姜、就是啊、就是要切末，对不对？对。啊，即摆过淋啥？咱淋少许的迄个麻油。哦，麻油哦。甲提鲜的。哦，这咱的长辈是多上喜欢的，有麻油汤，哦，麻油嘛是不饱和的脂肪酸。安尼就好啊。啊，安尼就好啊。嘿，唔啊，唔免搁下啥物啊。啊，你即摆要用你的双手腕啊？咱甲悄悄来做一个你我他的融合。为什么会这么香哈、啊？就是加了胡麻油哈，而且花枝姜伊内底哈，本身有也鲜甜的海鲜的味。我现在用虾的哈。哦，虾伊的 Q 性哈较扎实，我们不要让它空气有那么多空气啊。来，花姐哟，它做两张呢。要不要先火开？好，你这个开。阿伯爱预热起来哈，我开火。你来搞。好。
因为吼，咱切饼唔是用煎呢，是，咱是用煎。你啊，今日的手吼，用火下黏吼，你会当抹一点仔水吼，抹一点仔水吼。然后我们把它，咱再分作两份。啊，这多分作两份是对唔对啦？你伫外口上少少咧五六分。哦，啊，你甲抹一点仔水吼。怎么会那么大气啦？伊较好抹，啊，重点吼，咱个爱家物件做好啊。教好观众朋友，有客人，品质咱就做会出来。对吼，啊，你也该经营个搞经营。你敢有开餐厅？我著等你投资。哦，人客，我甲你讲啦，这投资，我咧讲投资，这赌的就对你要死，我甲袂瘾。你料用我这话投资你，我唔著现倒。没啦，你只爱家己做，你唔通料用遐济啦。好，福利和顾客较重要，起码爱家。破伊个小洞个气泡，哎、欸，这点你一般的人拢袂去想着这点。啊，你因为你不甲透气泡，伊会想讲吼，你若去烫着，只碰破，只碰破拢碰起来，啊，里面就是中空坏掉了。哎、欸，我们就要从里做旋涡性的哦，卷型。原来如此、啊。哎、欸，这个重点就在这里。是哦，你无讲我嘛唔知，嘿、嗯，人我规个都混落去啊。啊，混落去变成讲啊，那碰开，碰开就变成讲。无像虾饼啊，好，安那即摆咱来看下温度。哦，安尼照是虾米意思？它的温度已经达到快要180。是啊、哦。因为它在跑的时候是水分的释放，啊，所以讲看温度，唔是讲哇用手来试。哦，安尼唔对不对？看会手碰吧，无安尼180度，哎，安那一工做一届，你就感觉个只，可不是个碰吧？对啊，对啊，对啊。即摆无安尼啦，拢嘛人嘛用温度。啊，你啊。你啊，你啊用低，伊嘛袂起泡啊！你讲，啊哈，温度较低，啊这样袂准，哎、哦，好、哦、这样 ，OK， 好，温度当较是，啊，不过这地爱搞大，让你钱，啊，我搁做地。好啊，好啊，哦、我钱了。哎、啊，所以哦，你手蛮疼着。疼着，我拄仔当休困啊，拄仔请公假。我讲阿龙西害我，不过薪水找阿龙西请。啊，公安妹。这样可以吗？哎、啊，阿、啊、龙，阿、啊、龙、啊，你不，阿龙哦，你爱阿龙西对吧？一个西安的。哦。安尼老师，我安尼有通过啦吼，我内行的你咧吼，还叫人安尼说吼。对啊。哎，太好了，两地拢好啊！哦，真正赞的啦。哦，来，老师过来，好。阿兰今嘛做一个。准备要夹吗？不，做一个切割的摆设、啊。真的吗？嘿。你怎么摆？好，兰今嘛先把这做一个切，你注意听哦，听这个声音。然后顺那个直中90度。哦，人客啊，哦，阿你讲真正好，看起来足食的啦，哦。看来这波拢我的哦，皮皮薄，见多哈。原来阿内吼做一下新鲜赏。真正呀，啊，如果爱上你，我做的料理以后怎么办？阿内继续甲头家讲邀请我来。阿内好 ，OK。好，那这边给它斜切，斜切啊、哦。嗯，咱我做最好是叫啊啦，八颗星，八颗星、哦。对 对, 對，安尼就简单啊，那个斜切45度，就一个星啊。哎呀，好神奇哦！我的一颗星，哦吼，献给一个人，哦吼，哦，好厉害哦！哎呀，啊有人客，你啊看麦啊嘞，这样子泰式虾饼，这简单呐、啊。人客恁 OK 未吼？哎呦，阿龙生意高干的啦，真正吼，咱的人客最爱看你，你知无？啊，佫最爱想要食你的料理啦，敬请期待我们下一次的美食天地。我的阿龙生意要带来什么五星级的料理？我们下次期待再见喽！谢谢。